收看六月十五号礼拜三的中视新闻，我是陆月婷。新闻一开始，咱做伙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。真正是真好的福利哦！继续，咱来看一般西药剂比较较严重的患者，拢是差不多两天就要回去病院来西药剂。但是伫中期哦，有一个腹膜透析初期较好的计划，好多伫朋友的阿嬷哦，也会当伫厝内治疗，是感觉真幸福。但是医师也表示哦，并不是每一位西药剂的患者朋友拢会当做，也该看卖病患的个案来决定。中基医师表示，并不是每一位西药剂的朋友拢会当做腹膜透析术，而且这种医术也实行了几啊年。中基最近才实施腹膜透析初期照护计划服务，住伫偏远的王阿嬷也成为中基第一位接受腹膜透析患者。伊就表示，将来唔知影西药剂也会使洗了这么轻松。我感觉我安尼做啦，足顺嘞，足好个啦，安尼啦，感觉嘿，安尼。真麻烦。会啦，安尼惯死啊啦，会惯死啊啦。我早餐是袂惯死啦，恁同济个吼，一千个是较快活，六千五个几五百，就咧拄这个生活头吼，啊，要食袂食，要困袂困啦，啊，真个来较会啊。中基执行长詹地主表示，居家腹膜透析是一种会使伫厝内自行操作的透析治疗方式，只需要每个月回来病院追踪检查一次就会当，因为学习容易，非常受到病患的介意。腹膜透析可以在家里做自己照顾，可是病人他会是害怕，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去介入这样医疗的行为，所以就来寻求我们居家服务的协助。那我们训练了一群居家服务的专业的人员，然后在他们初期回去家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协助他。中基表示，民国73年开始就腹膜透析治疗，在民国79年由专业腹膜透析医师甲护理人员社工所加入，即马阁较有居家服务协助计划，为西药剂的朋友提供另外一种治疗方式，实在是西药剂的朋友一大福气。中视新闻罗清良彰化报道。